乡亲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哈是咱的南台南嘉禾中心2023年秋季助学特卖会。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台南邮局的所属的成功邮局、永乐邮局、联电跟安南四个邮局，因为我们进行为期两天，8月8号跟8月9号的一个助学特卖会。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助学特卖会呢，我们在为我们南台南嘉禾中心和筹募在今年9月开学前的820万元助学金加一把力。那希望说各位我们台南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如果您在今天8月8号父亲节这一天，跟明天8月9号的时间可以，欢迎您到台南邮局所属的成功、永乐、原店、安南四间邮局为我们加油打气。然后顺便呢，想看看有没有适合家里大人小孩可以使用的一个生活用品，那也同时为我们的家福中心所陪伴的孩子们加油打气、助打力，谢谢您，谢谢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感谢，非常谢谢，因为今天刚好是父亲节，那也是24节气的立秋啊，刚好也是南嘉福在这边办我们秋季奖助学金的特卖会。南嘉禾助学施工工程已经今年进入第27年，跟我们台南邮局合作也已经进入第15年。每一年在我们台南邮局的义卖成效都让我们嘉禾在助学金的服务上减轻了不少压力，同时也提供我们嘉禾的高中职以及大专学子一个服务以及回馈的机会，培养孩子们的能力也让孩子们可以更加的珍惜每一份得来不易的助学资源。我们今年的秋季奖助学金预计颁发典礼要在8月26号来举行，我们也期望能够筹募到820万的助学金，来帮助1200位的家父老来顺利的来就学。所以在募款的最后一里路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大力的支持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很开心啊，关怀跟照顾社会上另一个角落的鞋子，其实是我们中华邮政，尤其是我们台南邮局长期一直在推展，而且也在例行的一件事情。那关怀这件事情是现在社会上就需要的，所以被接受，也就是大家共同去努力的方向。比如说，我们长期跟嘉禾中心一起协助，我们除了提供东西物品之外，那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角落，社会企业上的一些业者，他们也欢迎三先生的企业者。同时，我们中华邮政这个三线社会企业的责任，是我们一直很努力在推行的。所以，我们很开心今天免费提供场地，那也很开心看到这么多的场面，这么多的人参与。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又是下雨天，所以我觉得社会的热情真的感染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那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推展很成功，但是可以预见的已经非常成功了。那我们会再继续前往，努力的迈进，让社会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温暖的力量。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莅临参加我们南嘉禾2023年秋季助学金的这个特卖会，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嘉禾的助学希望工程。南嘉禾的助学希望工程已经连续举办了27年，跟我们台南邮局来合作，今年已经迈入第15年。每一年在我们台南邮局的义卖成效，都让我们嘉禾在助学金的筹募上减轻了不少压力，同时也提供我们嘉禾所扶助的高中职以及大专学子一个服务跟回馈的机会，同时也培养孩子们的能力，让孩子们都能够更加的珍惜这每一份得来不易的助学资源。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台南邮局，还有联电、安南、永乐
这三间支局不但提供场地，而且赞助义卖品，非常谢谢。同时也要谢谢我们游谢谢护理师工会，游谢谢经友所做教室的吴义贤小姐跟团队成员，今天特别莅临我们现场来进行你纾压我捐款的这个活动，非常谢谢。也非常谢谢我们爱心企业剑桥大饭店的许世义董事长亲临现场，他也是我们的常委哈。还有感谢虾大报安平鲜虾饼的陈义清，他也是我们的委员。同时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爱心企业、爱心厂商，还有热心的民众热情的捐助义卖品来丰富来圆满我们每一场的特卖会。我们今年的秋季奖助学金预计要在8月26号来颁发来执行。我们预计期望能够筹募到820万的助学金，来帮助我们1200位的家扶儿顺利来就学。所以希望在最后一里路筹募的最后一里路能够让这个助学金的缺口能够缩小。所以在这边也拜托我们媒体记者朋友能够帮忙大力的报道，来让我们圆满达成这个目标。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高英文高总干事以及我们的业界的赞助的企业厂商，尤其是我们习董，我常常在媒体上看到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台南邮局其实一直跟嘉联有很多的合作，那提供的地方不只是台南成功路这个本局的楼下之外，我们各地不管是新营还是台南地区，我们都很乐意。然后呢，在这个氛围里面呢，我相信长期这样下来，我今天一下来的时候，我被我们这个所有的这边民众以及这些热心的朋友感染到那个气氛。所以其实这个只要我们伸出一点点的那个关怀之意，那可以引发还有可以呼喷大家一起来共同承担我们社会上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关怀的人员。所以今天呢，我真的是备受感动。那我希望我们台南邮局能够抛砖引玉，为家福能够跟更一步的合作，然后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做关怀这件事。那我也很钦佩李主任，因为李主任其实在台南家务中心这边也付出的努力，虽然我没有亲自的电话的感谢他，但是呢我常常看到他的作为，所以我这边也跟主委特别的报告。那我们邮局呢，其实我们也响应很多的我们的同仁，希望大家能够伸出一些自己的温暖，然后呢其实抛砖引玉，让这些刚刚主委所提到的我们这些学子能够就学无碍，然后一路的希望一个工程能够继续实施下去。那我这边呢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理会的台南邮局，在这里祝福大家幸福美满健康快乐。谢谢台南台南家，我们的服务我们是从民国55年55年好，4月份我们开始在台南做服务，所以呢，我们在台南已经落地生根，将近哈，马背一甲子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我们台南我们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支持，还有我们南台南家务中心扶幼委员会，然后历任主委，还有我们所有的社工同仁一起的努力里面，我们陪伴许许多多的我们的台南的孩子，台南的家庭。然后我们家扶中心在各个地方，我们秉持监护基金会，我们用一个专业的服务，然后温暖的一个关怀，然后当然还有我们上帝，还有我们佛祖的这一个菩萨心肠，
然后来陪伴我们的孩子。那当然，当然，每一年的助学特卖，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好好的念书，安心的在学校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努力目标。那非常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我们台南五路乡亲的机会，啊，过来来自我们全国各县市那里民众大哥大姐们的一个持续支持。那宝良在这边十二万分的一个感谢，来祝福大家，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感谢，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应该是没问题。